我不想吃这个一根葱了，我想吃一根二级的锁骨头，可是我没钱了。哎，有了。有有来的拉你的妈耶。哎呀，这个一根葱怎么是空心的，我得少吃多少。不行，你把钱退给我，我看看。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钱是不可能给你退了，你看你要点别的吧。那我来一包这个二级的锁骨头。到巴罗的地面楼里呢，看啥牛人的没路没家奶妈也丢你的住家路的妈也拉瑞呢，我这娃娃到手心没，这个也不锁活啊，我想要换一个一级的锁活啊，行不行？搁这儿来，你过来，怎么了呀？别来，一级的锁骨头。其实那个二级的锁骨头也挺好吃的，二大爷，我煮了啊。这个狗蛋又把这个心思放在学习上，早就考上清华了。啊，让他吃完了，哎，又亏了。妹妹啊，你有梦想没？有，我想当小卖部的老板。哥哥，那你有梦想没？那我的梦想就是给你买好多好吃的，然后再给你开个小卖部。哥哥，我现在就想和我平等。可是哥哥现在想也没有钱啊。你这个人，哎呀，拿瓶盖，你有钱吗？没有，没钱你还理直气壮的，没钱不卖。二大爷，那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，你赢了请我妹妹吃个冰袋，你输了请我们俩吃。脑筋急转弯就没有我不会的，你说吧。二大爷，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？猪是怎么死的？答不出来了吧，二大爷，赶紧给我拿冰袋，自己拿吧，拿一个橘子味的吧。哎，还有冰的，还是菠萝味的，拿一个吧。走了，二大爷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我输了赢了都得给他冰袋喝。还有，这个猪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二大爷，赶紧把门开开，我在那养坏了，我要吃零食。好，你进来吧，你看你要点啥？那个酸就酸嘛，酸。那个锁猴就锁猴嘛，锁猴啊。那霸王是辣不辣？当然辣，你问了那么多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什么也不要，你不要你让我开什么门啊？我逗你玩了，二大爷，这样吧，你给我做杯饮料。给狗子。二大爷，这个怎么不酸？你给我做杯酸的，不酸。多少次疯狂，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。你试一下酸不酸？世界这么大，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去。还是不酸啊，大爷，连杯酸的饮料都做不出来，走了。哎，狗蛋，我再给你做一个，不酸不要钱。这个一点都不酸，二大爷，走了。哎，这个真的不酸吗？